气象明灯可以照亮夜行人晚归的路程，是一个温馨的港湾，可以遮挡人生的风风雨雨，是一台清澈的溪水，能够洗涤繁杂的世事，回归安静心灵。你要问世间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，那就是来自上帝的爱。请欣赏歌曲《耶和华是我牧者》，诗经23篇。